你看我们今天来这儿，不是说你想跳10米就行了。我已经锻炼了。那锻炼，还得要在路上先训练训练。路上你直接去，我怕你腿哆嗦的，就掉下来了。还得带你先去路上。西西怕不怕？爸爸怕，你怕不怕？怕。怕呀！你一会儿看爸爸跳。喂，怕不怕？怕呀！那你给爸爸加油好不好？给我加油！来，爸爸加油！爸爸加油！为什么这个脚这么大劲儿啊？我的腿已经酸了。西西跟爸爸学，坐下来，手去摸脚脚，坐着学爸爸。过来学爸爸。然后把压一压，侧边拉一拉，对。对，把你的侧，小心。好，然后你把脚这样脚再去勾一勾，拉伸一下你的小腿呀、那些。那你们平时？都要先路上再水上吗？其实路上训练就是我们水上的一个基础的辅助，相对于水上就是路上花的时间成本会低一点，因为它其实你看就跳下来你就可以直接上板继续跳，所以你要改动作或者要学动作之前都是先会进行路上的一个这种训练。我跟你说啊，这软垫子体现不出来我的实力，因为它太软了，我一会儿上那个硬板一定没问题。来，朋友们，我们赌一下，我要能在这上面跳5下，离板10公分。啊，今天晚上你做饭怎么样？5下啊。为啥我起不来呢？一，有5公分吗？二，有10公分吗？三，四，五，有吗？你觉得你离地了？有进步，有进步，是吗？你顺着点，顺着点。5下10公分，一次都没有吗？西西有吗？给爸爸加油！2、5、6、7、8、9、10。哇，女儿的奖励，西西爸爸厉害吗？厉害吗？给爸爸鼓掌了没有？我今天练的真是太好了，你看，瞬间展示出来了我的天才，我真的跳水小天才。现在要不就直接去水上？谁怕谁？走。水深5米。不能怂，谁怕谁啊？走。走吧。好了，我们现在进入到这个场馆里面了。那在我面前的这个呢是1米板。这个水的深度真的是吓人。这有多少？5米啊，就我们。现在的水深5米，平时的游泳池最多2米5，这儿2个游泳池那么深，然后那个地方呢是3米台，所以我一会儿呢先在这个1米板上先训练一下，然后一会儿呢挑战一下3米台。你上身越放松，它越好保持一个平衡。
Fifty-five， 耶！怎么样，跳下来感觉怎么样？啊！还有没有你路上想象的这么简单？有一说一，还是挺吓人的。只是就是你站在水池边，跟你在这儿跳这个垫子又是不一样的感觉。因为那会儿站在上面就看到五米深的池子，对，就觉得不想不敢跳了。好了，所以朋友们，这一次练习水上练习呢，虽然成果不错啊，我觉得我应该是敢去挑战更高的这个难度了。我觉得啊，第一次还不错的，哎，还可以吧。西西来，西西，给爸爸加油，给爸爸评论一下，爸爸跳的好不好？哦，来，给爸爸击个掌。哦哦，三下了。哦哦，真的三下了。哦，喂，发生了什么？爸爸，好了，朋友们，我去看孩子了，下期再见，拜拜。